晚间8时20分许哦，在北峡南崁路一段某美式大卖场内，有2名男子哦，在搭乘电扶梯的时候，因为口罩佩戴方式引发口角细故哦，进而引发一场激烈的肢体冲突。那其中一名男子呢，从随身包包内拿出万用瑞士小刀，向另外一名的男子脸部造成划伤。本分局员警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，并进行压制逮捕。 那经了解呢，2名男子哦，原本素不相识哦，仅是因为相关的口角细故哦，引发本次的冲突。本分局在此呼吁哦，天气炎热哦，在外请保持理智哦，勿因小事而情绪失控，误触法网的得不偿失。 我们要告诉大家，我们有优惠，我们中天的网友哦，这些东西都可以在我们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。现在有3种不同的好康组合，购买的时候呢，不要忘记我们有非常多的这个折扣代码可以给大家来输入，可以享有一些优惠好康。